这边是属于闵行区嘛？闵行区啊。哦，您家就住在这里的对吧？我家，我家的新房是这里，老房是这里。老房子在这里的对吧？那老房子，就这栋啊？对，那我现在窗户开着了，现在外地人住了还。哦，现在在外地人在古镇里买楼，外地人住了。哦，现在租给外地人了。哦，自己家里面还有新房子。新房子那里三幢。三上三下。来，有的人家一般都是住两上两下呀。两下两下来一个小屋呀。您这里现在这个邵家楼古镇现在开发嘛？这边准备把这边都拆掉是吧？哎，五方里面，这个路东面几块拆掉了？全部拆掉。现在拆掉了，给你们的赔偿是什么样子的？现在房子啊？啊，房子是一般是三套呀吧？它是按照人口还是按照面积？一般现在五个人嘛，三套呀，大中小呀。就是你家是个五个人，就赔你三套房子，大中小。大中小。哦。整上的时候一般是三套房子。那如果你家面积大呢？面积大嘛，多一套呀。多一套。啊。哦。人多一嘛，多一套呀。家里比较大。所以您赔的时候多赔。三套，我最起码四套。您现在农民到了退休以后也有工资的？退休嘛，退休金呀吧。退休嘛，一般农村户口嘛，一般1000块左右，第一年。第一年1000块钱左右。1000块左右。是多少岁开始拿呢？60岁。60岁就可以开始拿了。啊。哦。那年纪大的就还可以多拿一点。年纪大的农村一样的，在农村嘛，第一年退休嘛一千块，那慢慢的加嘛，我现在68了嘛，嗯，加到一1400了。现在68，现在1400。其实，您夫妻两个都有1400。差不多。哦，这边的农民每个人有多少地啊？农村户口嘛，7分地一个人呀。7分地。7分地，一千口粮田。7分地口粮田。那您家有多少地啊？我家没啥，我有时老早我有媳妇没有来，甚至没平方的。我们分地的时候嘛，我们夫妻三个，还有大我儿子，两亩多地，两亩五分地。我就是您夫妻两个加您儿子就2亩5分地。啊，2亩5分地。啊，就一直是这样子的。一直这样子的。啊，就分田到户的时候就。啊，现在呢，儿媳妇讨进来了，孙子养出来了，地没分过啊。哦，没分过。嗯。您刚才还跟我讲了，您说现在农民种地啊有补贴的，补贴的啊，是政府给你们补贴吗？啊，浦江镇，我们这里叫闵行区浦江镇呀。哦，浦江镇。嗯。每亩地补贴多少钱啊？每亩地大概1000-2000块左右。补贴2000块。嗯。已经掉好多年了，有十几年了，10年多了。原来是租给人家的是吧？租了外地人。外地来的种菜的。哦，种菜。啊，这边就是搭了大棚是吧？大棚的外地来种菜的。哦，这古镇里面现在属于咱浦东新区的，那边属于浦东新区的啊，以上都那租给外地人好种菜的。那边是属于浦东新区是吧？啊，那边好租给外地人种菜。啊，对。闵行这边不可以。闵行不，闵行区不让种。他鼓励你们自己种。鼓励你们，叫我们种。但是你不种，蜂巢也有2000块亩，也有的。你不种也有2000块钱。也有。有的人家不种，搞了呢，我呀，人家有，我有的地，人家不种的，我种的。哦，村里面有的人不种，你种。啊。那你要给钱给他吗？不要的。就免费给你种啊，免费给我种。哦，有的人家不卖的，种个吃不光的嘛，不要了。哦，那您现在每年还种几亩地啊？我种这两，我有的地方不种了，有的地方不好种，有的地方再种点，那么啊，有的地种了人家的，我种。您自己家里就有2亩5分地吗？啊，自己家里的，我有的地方不好种，有的地方就跟马路东面的不好种了，不好种了呢，有的地种了人家的地啊。哦，种给人家的地，那边地灌溉不方便是吧？那边地面不方便。哦。地也差不多。嗯。种了人家的地。那您现在种多少地啊？手上？2亩多点。2亩多点。才2亩多点。就种菜了。种菜。种的菜你是卖是吧？卖的。嗯。你这卖起来困难了不得了，没有摊贩的。怎么？没有摊贩的。哦，没有摊位。没有摊位啊，我老婆领卖的啊。就在路边上卖啊。在山里养殖。哦。那么珍贵要
走啊走啊走啊，对，城管要管的、啊、有的时候要抢了，他妈要穿了两个币哎，老板还总趁着要抢我了，哟，总车长也不行那您家现在自己种两亩多地，菜卖呀、啊，一年收入有多少啊？给你说那么七八万，能卖七八万块钱？七八万不行，卖的。哦，那还不是，那还不少了。我什么夫妻两个呀、啊，种的还啊？哦。你假设你努去打工去，一个人打工，最起码2500块吧？嗯。夫妻两个打工也有500块一个，也有6-7万一年的呀。啊，对对对。明白了啊。嗯。你看，我们叫自己种的，自由点，自由点，对对对，想做就做了，想卖就卖了，对对对，就自由，打工被人家还要鬼了，一天你线贴光了吧？一年一个字没得干呀，你比何亮弟，何亮弟的咋？哎，何亮，啊，您现在两亩地都是这用手工挖的？手工挖的。那这一天也挖不了多少啊？不是一天的，有的种了一波吧，别地搓出来嘛，挖一挖，搓出来嘛，挖一挖呀、啊。有的呢，这上次我种了菠菜啊，不是吃光了嘛，两个就挖啊。有的种了没有，正好不好挖的啊。哦，您一年四季都在种菜啊？一年四季种菜。哦，你们这个种的菜呀，跟他们那个大棚蔬菜有什么不一样吗？两样的。你们不用化肥的吗？化肥种肯定要用的。要用的，嗯、打农药吗？农药肯定要打的。也要打一点的。也要打的。嗯。这个草放进去就烂掉了是吧？烂掉了，五来。嗯。也当肥料了。当肥料。你们现在种这个菜呀、一般用什么肥呀？一般用复合肥、复合肥是吧？复合肥。嗯。一般用最好的复合肥。最好的复合肥多少钱一袋的那个？一百盒要两，最好的盒要两，最好的240的，2.4块一斤。那个复合肥要200多块钱一包啊？2.4块，240一包，一百斤，花了2块多钱一斤呢。米加起贵，比米还贵了。刚才要买好的，菜种出来好。除了用这个复合肥，还用什么肥啊？那还没就用尿素再撒一点，要么尿素。尿素、贵吗？尿素不贵，尿素这一块多一点，1块2、1块，嗯。哦，那种子都是外面买的？种子买的。嗯，还有什么成本呢？像你们种地，基本差不多了，就是复合肥、尿素，还有点农药，还有点农药啊。农药便宜吧？农药也不便宜，要是虫子的时候，农药也不便宜。嗯，一桶水重要到7-8块、10-10块了呀。那你一年花在这个肥料啊、药水上面要多少成本呢？一般也要几块了呀。也要几千块钱。这个邵家楼是什么时候开发的？已经有7-8年了。7-8年了、就是把它做成一个古镇是吧？啊，作为古镇了，就属于古镇了。现在还不收钱的？现在里面啊。我说现在不收门票的。没门票。一直不是的。哦，那他现在还想把这块，把你们这些村庄全部这个并下来以后开发这个古镇，还要古镇扩大呀，还要扩大呀，搞旅游开发，搞旅游开发的，地就不是弄光了。他如果把你这个地征了以后，你就没地种了呀？没地种了，不想种了，嗯，把我们地弄光，搞光了吗？摘，把五棵摘掉了吗？好了。五棵不要农包了，摘就摘掉了嘛，退休工资稍微高一点了，直接转成城市户口了。城市户口啊，人户口嘛要一个月2000多块了。哦。现在农村户口是1000多块第一年。哦。一季度要马上要2000多块了。那您刚才说您家里面拆迁的话，可以分到3套房子对吧？一般性3套呀。一般性3套。就分在这个附近对吧？在哪？赵家楼西面，造好了。是不是那个公房啊？啊，高楼呀啊。那您是希望住在这个村庄里面，还是希望住在楼房里面？我们老人还住老房子里舒服，小孩子要这个小区里。住在小区里面。以前
人家都啊要卖房子卖出去对吧那啊、嗯、现在啊有的人叫啊以前都要卖房子啊卖商品房、嗯、卖商品房的啊好清爽啥嘛其实住在农村里面空气也好一点空气也好老人是无所谓的啊嗯是吧总的来说上海的农民还算是好的还有一点退休工资哦哎哎退休工资外地的还没有退休工资呢没问题的也有的还嫌少呀只有100多块钱好像是我知道一个是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够、啊、不够吃的啊对吧那一些那这里呢有的呢在打工的有的老人在舞蹈整修啊昨天嘛那都是也实验室出来打工呀个都是60几岁了我他们你们退休了没有退休了那多少钱100多块有的80块有的90块哦就是外地人到这里开河道是吧河道的哦他们到这打工啊哦退休了没有也农村退休了吧、啊、对所以上海的相对来说福利还好一点乡城们呢听说人家说上海人工厂多交税交的多说了啊对上海农民还可以的对不对、嗯、是吧、嗯嗯、我也不懂的我这个意思吧因为外地人没厂的交税交不出的大概钞票啊，那您这个如果他们征地的话哦，一亩地要赔你们多少钱呢、啊？征地，我这个不知道，这不知道，不知道的。那估计、啊、那肯定价格也蛮高的。这个给村里想的整理下的，我们乡、嗯、老百姓不得干。嗯，这个地，听说人家说这个地是国家的，不是你们，就是你们，我不是你们的。就是、哦，哎，过来过来，没钞票的。嗯。您现在身体还好吧？身体可以。现在还可以。嗯。现在像你们有医保吗？医保都没有的呀，只有看望比报销呀。新农合医保吗？啊。就新农合每年。卡里面钞票的呀，你看去看病的时候，自己这个报销一点呀，自己出100块，自己出30块到40块。嗯，你是说在这个镇上看病上，镇医院看病，镇医院看病出30块。那你如果到市里面去呢？市里面有的医院有的50%，哦，出一半啊，哦，那你每年要交多少这个医疗保险呢？300多块吧。哦，每年要交300多块，一年啊。哦，那跟外地差不多啊，就是在当地看病，小医院看病就报销70%，自己出30%。哎，对对。如果是到那个上海大医院去的话，那到那边省级医院，大概50%了呀。嗯，到大毛病比较少，小毛病看啊看了少，睡了少。嗯。那么心脏医院也我们属于民航区的，也说是个33%了。像您现在每年的最大的开支是什么？每年开的这个东西也没有开支的，没什么开支，就是田粮食是自己种的吗？粮食买的啊，粮食是买的，菜自己种的，菜自己种的，就不要花什么钱对吧？要买小菜是什么好的了？买点什么？哦，买点那个荤菜，买点荤菜啊，啊，素菜自己种啊，吃不惯，嗯，这样子的，买点荤菜，嗯，孩子工作都还可以吧？孩子一般行，5-6千，他们不需要你贴补吧？要啊。像您有孙子了吧？有了。孙子比我高，比我大了。那么高了？啊、你看是做高一，现在做高一呀、啊。哦，高一、嗯。哦，那你儿子结婚还蛮早的。25岁。25岁结婚算早的了哈，在上海来说。一个底仓证婚呀，一样的吧。我、哦、两个姐姐，两个哥哥。哦，我最小。哦，您最小，他们也住在这个村庄里面。啊，对。哦。两个姐姐出去了。哦。两个哥哥。有人说我们活得很累，有人说我们心里很美，有人说我们。操劳了一辈子，却没能攒下几分。有人说我们。
们满身灰尘。有人说我们不懂得美，有人说我们还在反复着，重蹈着我们的老汗水，受不完的泪，生吃俭用苦了这张嘴，花开花落播种结果，生活在这片净土天高地阔。数不尽的汗水，受不完的泪，生吃俭用苦了这张嘴，花开花落播种结果，生活在这片净土天高地阔。